住在海花岛上呢，这周围海南的朋友多呀，就讲海南啊，讲海南好山好水好地方，好山好水好姑娘啊，好山好水好鱼好花啊，好环境，这都不好，但是有贪官不好，所以我跟你说海南贪官一瞥，所谓一瞥就是撩眼，撩眼自然看不完整啊，自然是表面现象啊，类似走马观花，但这走马观花也足以令人目瞪口呆呀，你知道吗？海南呢，你说从什么时候开始沦为贪腐的温床？实话说，让人叹为观止。那具体说，我记住的哈，印象比较深的，说东方市，原市委书记判死刑。临高这个地方，县委书记陈创福双开吴光华判了13年。文昌市市委书记朱明国死缓，谢明忠死缓，裴成敏严重违纪，现在还等着处理呢。儋州海花岛就在这儿，市委书记张立夫开除党籍。赵忠社无期，海花岛要拆楼，为啥呀？因为你违规批复啊！谁违规批复啊？贪官啊，知道吧？澄迈这个地方，县委书记叫杨思涛，受贿3.38亿，现在还没判，马上就判。县长郑先玉已经判了，先判了5年。琼海这地方，知道吗？市委书记朱清敏严重违纪，市长呢叫富平，现在在查，不但贪腐，而且涉黑。海南省的省会叫海口吧，海口市委书记叫张琦，现在抓起来了，等着宣判。市长徐汤先已经判了，判了10年；纪文林已经判了12年，还有定安的县委书记马昭德判了11年，县长杨树敏更袭岷山千里雪那个岷已经逮捕了，判几年不知道。海南有个东方市市委书记戚火贵判死刑，然后死有余辜，吉明江。代判市长邓敏判11年，还有谭登耀判了18年。你说说这个班子，还有屯昌县委书记叫徐清学判16年，县长的叫邝文胜也判了，判几年？对不起，没记住啊。陈家东双开了，判没判？现在还不知道。还有个城市叫万宁，过了牛岭分界线，这个地方有个万宁，气候蛮好。市委书记张美文下马了，等着结果也不老好，搞不好也判了。白沙这个地方，县委书记叫严正，你说这名字，严正书记严重违纪。乐东这个地方，县委书记吴川柱现在下了，待处理。琼中这个地方，县委书记叫朱清敏，待处理。昌江这个地方，县委书记叫简春林，抓了，还没判。原来陵水县县长杨文平已经判了13年。有人说你怎么说三亚？说呀，三亚原来的副市长叫王铁明，现在呢不知道。这个人情况到底怎么样？反正现在待处理，搞不好也大判。市委书记佟道池不是佟道州，叫佟道池，刚刚落马，事儿不小。海南有个五指山，对吧？李双江唱"我爱五指山，我爱万泉河"。五指山副市长陈国成判了5年，你这么一撇，多了海南省啊！你别看我说了一些县长、县委书记，县官很特别，他既可以高配为正厅级、副厅级，也可以是正处级，所以呢，这个地方。它这个土地销售啊，和财政红利呀、啊，甚至和这种的地位高配都有关系。海南要建成自贸港啊，海南要建成全国的一个引领改革潮流的一个好地方。我们这么好的蓝天碧海，你出来这么一帮贪官，你杀不杀风景啊？哎，把虫子抓了之后，咱们这地方重新弄弄干净，我看不错啊。我住在海南，你在阳台上说海南这事儿，我估计有的人不爱听。我管你爱听不爱听啊，反正我周围的这个海南当地的老百姓，所以你说一说，就该说一说，讲他们吗？他们本来这样就不对了吗？